飓风战魂六。阿烈得知爷爷曾是攻击陀螺之王，并立志成为超维陀螺手。这是阿烈爷爷的陀螺，暴焰战雄，也被称为破坏之王。唉，现在圣地已经没落了。我要成为超维陀螺手，我要继承破坏之王的头衔。使用的陀螺为攻击型的暴焰战雄，怒火释放，暴焰战雄。在败给理由之后，领悟了绝招原子震爆。陀螺的力量真的能把血清空吗？接下来才是我领悟的绝招，咆哮吧，暴焰战雄！原子震爆，借助速度积蓄力量，攻击型陀螺就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。潘小林互相砥砺，我也会以破坏之王的头衔向你挑战，重新夺回最强攻击陀螺手破坏之王的名誉。去吧，暴焰战雄！全新动画《飓风战魂六》，星期日早上9点，就在 Momo 亲子台。